炒豆角丝，肉和蒜、辣椒先下锅爆香，加入蚝油，再加入豆角丝。我这个豆角丝切的是猪耳朵豆角，加盐，少放点酱油，加入少许白糖提鲜，最后加入青椒和葱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又做了一个杏鲍菇，做法跟豆角丝是一样的。我今天特别的倒霉，对。豆角丝特别好吃，杏鲍菇里我还放了点黑胡椒。烤鸡翅。